嘣嘣嘣嘣！欢迎收看超人机实验室，我是胖虎博士。哎，我们今天要实验什么？为是指纹辨识，上一集我就用过了。没有，今天是要用嘴唇来辨识。嘴唇哦，对，那你进档有成功吗？有，我进档20分钟哎，20分钟白痴啊！真的吗？可以，不信我撕给你看，来哦。是哦，好。哎，没有啊。啊。好了，你刚成功过就用手指了啦，确定了，一辈子的用手指。那这样可以解决一次成功过了吗？可以吧？不行，我要一镜到底。要一镜到底吗？时间一分一秒的走。的确不走。任时光匆匆流去。终于，哎，成功了！真的成功哎！哇！